工地楼上就如同大型灶炉一样，充满熊熊火光。高雄新兴区一处新建工地，在三号晚间11点多突然发生火警，现场浓烟不断冒出，即便当时下着大雨，火焰依旧烧得旺盛。附近住户好紧张，纷纷跑出来查看。在阮厝啦，在恁厝？在阮厝啦。边啊？是破坏阮厝啊？边啊是恁厝哦？系啦。哦。啊！你是听到声，紧走出来哦！啊，这边迄人出来咧讲的啦，较平地来啦，大家都知道了啦。哦，木材在燃烧的声音，啪啪啪啪。对对对，开始听到那种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。然后出来看到的时候有火光的吗？已经有，已经有。我们是在楼上看到他这边楼顶掉，很迅速的。我烧应该都是木构造的东西了。居民非常着急，因为起火地点紧邻自己的房子，担心火势无法控制会延烧到一旁民宅。消防人员抵达现场，工地7到9楼已经起火燃烧，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受困，火势也在40分钟内扑灭，不排除是因为工地存放较多的木料板材更容易助火燃烧。详细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。